我讲什么？你要先嗨嗨，待会就爸爸。好啦，他都第一段哈，已经有听过中和杯冠军哈，唱过 Beautiful Love 啊。即卖咧第二段，我来邀请一个，嘛是算真厉害啦。即、這个是中和区的这个名优里的里面，呢，这条歌呢是咱新娘指定曲。这条歌是啥物呢？曹格台语我袂晓讲啦，就是曹格的《世界唯一的你》啊，又邀请阮的新郎亚威行先生来为大家唱这条歌曲。啊，我讲咧唱的时阵呢，我想要请阮哥哥来后壁介绍唱一下，因为今日大家欢喜嘛，就是大家欢喜，阮才安排这个桥段啦。所以呢，即摆呢，请大家用上热烈的掌声来邀请阮的新郎亚威行先生带来这首歌曲。不过吼，大家伊咧唱的时阵啊，下骹会有字，下字吼，恁会使倒咧唱哦。这是国语的哈。啊，这条歌足好听，足好听。佑成，不要紧张，当喝两杯酒的感觉，茫茫的感觉就好了。跟他一起唱好吗？不然我觉得他有点冷场。来，准备咯。重点句来咯。感情要更浓，来了，会唱的帮他一起唱好不好？哇，真假音互换真的太棒了。现场一起来，觉得我势必是要进场一下下喽。阿伯，我得在家洗牌子啊，小弟跑下就吹嘞。
Gary, keep going. I believe you can fly. Gary, 阿古金达巴达姆，唱也哟。Gary 是我生命中唯一的 music maker. Go go fighting! 给世界唯一的你。